大家好，我是孙艺洲，在剧中饰演陈文德。鲍国兴格局比较高，陈文德沉稳的，经历了人生当中最长的一次过敏，跟那个猴似的。坐吧，好，二三十斤，穿上去是那么个人物，就觉得重也在所不惜了。替换，觉得特别的 man。亦正亦邪，我觉得是他身上的一个人性所在，我觉得这还蛮好，就是不是很苍白，不是说他仅仅是好就是好。旧默契那场戏啊，我觉得那是陈文德感情极致的一个迸发。日子还长着呢。整个片场氛围非常和谐，这花絮肯定拍了挺多的，就是我们讨厌，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环节。我会生气。对，整个团队是深深的知道电视剧的创作流程，有你从未看过的古装的元素在这里，具体是什么，看看它，来发掘它吧。